什么？开始哦！不小心开始了，哈哈哈。画面吗？好。哎，我想，就是我一定要登录 Facebook， 他才会自己记得我。他才会怎么样？记得你啊，不然我每次按聊天我还要等你。嗯哼，登录很复杂吗？他很复杂就很烦，我也希望他自己会记得。应该是有记得的选项吧？哪有啊？啊，不然你们每次登录是？我都没有按啊，我都直接就那个了。嗯，对啊，我直接就是，你知道，打开它就登录好了。我有，是英文吗？我有，没有。我有是韩国语哦。哦，我以为是 well， well。我很喜欢看韩剧，然后不知不觉就会学一下。韩剧都超无聊的，我发现。哪会？有些很好看呢、欸。韩剧都。就是那个那几个阿嬤演来演去，那怎么这样说啊？不是吗？每次都那个那几个阿嬤演坏婆婆，坏婆婆。你看的是那种连续很多集的，好不好？婆婆嘞，就不是那种嘛。为什么不能聊天啊？到底试试看。因为你登录的是 Facebook。有啦有啦。有了吗？有了有了，还有个箭图案。哎、欸，我已经忘记要怎么玩嘞，怎么过去啊？然后，那是哪去？有吗？扁一下那个。是啊。哎、欸，怎么瞄准？我已经忘记按什么瞄准。嗯，来飞。还是网络啊 ？What？ 那是我的网络有问题吗？我觉得很钝。很钝。很钝，一定是你网络有问题啊。不然是我网络有问题吗？啊？不知道。你最近不用期中考吗？啊，而且超烦的，就是，哦，我们现在在做那个毕业专题啊，然后他就会一直，就是每个礼拜都要做一篇，然后晚上去开会这样，然后后来他就会讲说，哦，你没有做错重做，然后每个礼拜就一直在重做，一直在重做，一直在重做，超。你到底在做什么专题啊？超无聊嘛。什么专题啊？脚踏车专利怎么样？然后他一堆零件名字，我根本就是看不懂。暗暗哦，嗯，是哦。哦，为什么他旁边会有一个什么？你说那个键吗？键下就是这个人的旁边会有一个禁止跟一个暂停。就比如说我按了以后，我就看不到他讲话，是这样吗？哦，你说有一个那个禁止的那个图案哦。啊。那个不要按，千万不要按，很可怕。这样千万不要按，不要按了、啊，不要按，拜托，拜托。啊哈哈，上次是玩到这吗？我怎么？对啊，上次玩到这，我记得。是吗？是的。嗨，嗨嗨嗨嗨嗨。哦，是吗？可是没有啊。我看完，
我看完你玩完这个，我好像还打了一场机场落还是什么的。啊，对，一开台就卡关，因为我上次就卡在这里啊，我记得，我真的记得。小文。哦，上面还有一个。哎，怎么我瞄准我已经忘记了？这问题好像不该问我。可恶！射不到上面那个。简直 GG。 那样子跳过去呢。好，然后我来射这里。哎，我跟你说，我朋友啊，就是因为这是中华电信的收讯不好，然后打电话去骂中华电信，反正骂了很多次。然后后来中华电信就特地打电话给他，就很有礼貌，就说哦，这样子我每个月就是退你50块的。每个月退10块。是啊。50。50。这诚意到底在哪里？啊，他就很生气啊，他就说，他说林北无差你这五十块这样。那所以到底要不要给他退？就他应该是会退，可是就是还是很气愤，还是很气啊。可是他好像没有要，就是这个50块，他好像去小金会搞他怎么样？可是怎么可能搞不赢？就觉得搞不赢。说的也是啊。然后我跟你讲，中华电信很白痴，就是我明天早上9点开始，7个小时没办法用手机。干嘛？他说他机房要维修，所以就是。我手机就有7个小时不能用，这太夸张了吧？对啊，我想到什么鬼啊？那我如果我要联络的话怎么办啊？这太诡异了，就是强迫大家都要两只手机。两只吗？对，而强迫大家都要客诉他。这应该会有新闻出来吧？我不知道哎、欸，可是就这真的有这件事情。有打字会不会很大声？还可以，就听得出来在打字。这么大声，因为我是用耳麦。噔噔噔！啊，飞哦！应该有路了吧？你不是打掉了？对，有了有了。嗯。哦，我最讨厌这种解谜了，好烦哦！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时间暂停之类的东西吧，是吗？不是，兔子啊、哦，对，想起来了。一个礼拜没玩了，超级陌生。想到了啊！刚没有想到啊！有一只蚊子正在叮我哎！天哪，我手都是血啊！你有没有带光？我觉得好痒哦，看了一下就还没有叮我。天哪，恶心！是要咬他了吗？盯回去，我是要跟他接吻吗？还是就是如何盯回去？把事告诉大家了。你旁边是怎么拼啊？有恩恩啊？我是废物吗？你说什么？什么东西怎么拼？拼就怎么拼？啊？想听恩。Oh shit！ 哎，我又犹豫了，就是现在还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办手机，好烦。你办啊！我觉得你应该是蛮需要这个东西的吧？真的需要手机吗？我觉得找不到你还蛮痛苦的。啊！可是这样子一个月，我可能就是你知道，手机多贵啦，拜托。是，不是？如果你们要用网络的话，不是更蛮贵吗？就是你用 WiFi 啊，那也要家里有 WiFi 啊。你家没有 WiFi 吗？
啊，可是这样我就为什么我要买智慧型手机？这根本不需要买。那你可以买一般的手机啊，白痴手机，给白痴用的手机。那我干嘛买手机？就接电话啊，接电话啊，很重要哎、欸。好烦哦。接电话。可是我不一定会接电话了。你是没这个习惯。对，我很久没用手机了、啊。很久。那太神秘了，没有手机怎么活下去？就，而且现在对我很困扰，比如说，老人机。还不要嘞。哎、欸，那个数字看起来很好按耶。不想啊。而且我现在很困扰，就是我跟比如说我们吃饭，然后吃一吃，就是吃饱以后，大家就开始玩手机，就没有人要陪我聊天那类。那你就是弄一只手机要玩的吗？我如果真的说用老人机，我是只能玩贪食蛇，这样能看吗？贪食蛇，搞不好还没有贪食蛇可以玩。应该有吧？不要那么过分。贪食蛇是东西啊。哎呦，现在是要干嘛？现在。对吗？人家说老人机里面的游戏就是贪食蛇啊。有吗？为什么一定是贪食蛇呢？宿主啊，以前游戏就这几种啊，不然能做。说不定是那个啊，动物农场啊。什么东西啊？这个很烂的游戏，不然就什么宝石方块啊那类的。俄罗斯方块。没有，不可能有。那要用几个键按键下？你是找不到路吗？对，我。是的，你正确。笑歪了。哎，对面，对面，对面，我看到了，看到了。哦，看到了。而且你自己看啊、哦，如果你每个月就要花什么，如果要花多少？你们现在每个月花多少？我1000多块啊。对啊。我三年没用的话，我就是省了3万多块、4万块。省了，然后可以干嘛？我可以。哈哈，我没想到哎、欸，好难的问题哦。哈哈哈哈哈。难想，可以干嘛？可以省在满字补学费的差哪里？真的很在乎学费、欸。过了。不简单，不简单。为什么弄个助学贷款之类就好？你爸不给你用？断线了吗？没有啊，那你突然没声音。哎，谁叫我变屁了？可是我不想要预付卡，我是不是没声音了？有啊，有声音啊。奇怪，就是我不想要预付卡，就是我可能会忘记带手机出门那类的，反正就跟我没有用手机一模一样。啊，我觉得你是故意忘记哦。我没有故意。可是你之前不是有手机吗？之前有，可是现在没有啊，就已经很久没用啊。就我去年还是前半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用的手机大概3个月才开一次机，这样。我掰给他也没有用啊，他也不接，不接电话。好像。哎，真的超级不爱接电话，第一次遇到这种人。哪有很多人不爱接电话，好不好？谁？举例啊。我想不到我们有什么共同朋友。你讲名字，说不定我就知道啊。好烦哦！啊啊，满的啦！真不好意思。有了有了有路。可是没看到人。啊，那是什么鬼啦？怎么这么凶、哦？怎么样？这边好了。
而且啊，最近啊，一直在想我要不要继续去跑步这件事情，因为我每次去跑一大圈，然后就是我都开始走路，打了跑步，然后不需要跑，就不需要。那我最近在想要好好的运动锻炼啊，然后我就跑了，就是那什么学校半圈，我就觉得好累，开始用走，一直用走，走了二十分钟，然后回家也没发现，就是。就回家以后就会肚子很饿，我就是用到饿，然后就便秘。为什么要扯到我便秘了？都没有人讲啊，我就于是就讲了。哎、欸，我便秘超困扰的。早安，养鸽子可以写信，这太棒的建议了。太夸张，而且我在淡水，大家应该看不到吧？你说淡水的鸽子吗？还是很找不到它来领？哎，这是都解冻了吗？可以走了，耶！可以走耶！好烦哦！所以你现在的运动就是走路？对啊，可是感觉很废。淡水，你可以就是什么打球之类的啊，不是很多人都喜欢打球。不是很诡异啊！诡异是哪里诡异？啊！走开，走开！那半夜打什么球啊？又没有灯。啊？为什么你一定要半夜啊？因为学校这样才会没有人啊。哎、欸，你们学校操场不是超废吗？对啊，还是红土人热操场。我听说超废。听谁说啊？听我哥说。就是红土啊，然后。跑就是跑一下，就是鞋里面全部都是那个红土的沙。对，他说那个运动会真的超废。运动会我没有去哎、欸，其实每次就是学校办什么运动会、研究会，我好像没有一次去过学校。嗯，他说他点名我也不去，我高估你在去了，你跟开玩笑。真的真的，你真的很屌，佩服佩服。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想呛我？佩服佩服。拜托。啊，我也很屌，佩服佩服。嗯我想呛你们，你们高中敢翘课吗？这样，不敢不敢，我好学生才不敢翘课。哎、欸，我听到超多人高中没有翘过课，我觉得超扯的，怎么做到的啊？哎、欸，是很值得炫耀的事情吗？你怎么那么开心啊？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说不是很奇怪啊，就高中不是就开始在翘课了吗？然后就是最近听我同学讲，高中没有人在翘课哎，高中没有人在翘课。你看打欧没有翘课，超奇怪的，你们为什么不翘课啊？你到底是在教育什么、啊？在导正，试图导正什么事情？这正常的不是都很爱翘课吗？所以你是正常人，哎、欸，那我是正常人嘞、欸。没有，翘太久、欸。太棒了！哎、欸，我现在画面卡在中间，怎么讲？卡在中间，还好没有卡在旁边。整天不去算翘课吗？算啦、啊，算旷课啦，不好意思用错字。旷课，你如果可以请假的话，就不算翘课啊。算了好不好？算好不好？就是可以去学校，却没有去学校，就是翘课。可以去，嗯。就是你其实是可以去学校的。可是你却没有去学校。如果我十分想睡，没办法嘞。那一样啊，没办法吃啊。那你是睡症是不是啊？什么叫十分想睡？十分想睡到底是什么啊？因为我睡到没有办法去上课啊，起不来。哦，好烦哦，怎么弄那个蜻蜓？什么蜻？因为我画面卡住，我根本看不到。你说哪边的画面？就是我那个，我也不知道是叫什么。Skype 吗？对 ，Skype 我看得到。那就好啦。也是哦。拉就好啦。我出啊，好恐怖哦！高中睡一整天，老师也不会叫你，太夸张了吧？我也觉得。太夸张了吧？这老师哇，已经是陈建宏了。竟然讲出名字，你刚有看到图吗？它是往直走图。对，可是那个在哪？
啊，我把它用掉了。哎、欸，有了有了有了。好像有个时间差什么的，会喷岩浆。很大。看起来还好。我国中都没有睡觉、欸。我国中认真上课，认真的，认真的啊，认真的。好蠢的。你在说哪件事？就掉下去这件事情。啊，就是了。趁现在。趁现在。看一下哦。白银后。高中也没有什么妹可以把啦、啊。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我就是说我这个意思啊，我没有别的意思。高中无聊啊。你竟然说高中很无聊？无聊。大学好玩吗？大学不好玩，我觉得国中最好玩。国中最好玩？太神秘了。不然呢？所以高中最好玩吗？应该吧。哦，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啊？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哦哦，被卡墙角了！骗人！你爸老师，你不会被就是什么记过那一类的吗？应该会被告吧，阿老师。太扯了。算了，没关系啊，这里是不负责任聊天室，随便拉塞。不用负责任，避免我们这样。啊，我以前高中的时候还在那。高中的时候不是。哎，这只能用射的，不是茶壶。断线喽！能听到吗 ？Hello，Hello。我要使出大绝，取消，接听，hello， 一二三，hello， 听到，听到。给我嘎给我嘎嘎给我嘎给我嘎给我嘎好，先玩。欢迎。中国电信也太废了吧！
干嘛？你们在唱歌吗？废物不是两三天，感觉用歌词。是轮椅老鼠。I'll just move along. I'll deal with you later, Alice. You'll never stop our grand plan. Grand plan. 哎呀，反正 Ubisoft 就是在卖这个的，卖特点啊，卖合集啊，卖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游戏就还好，游戏欸超北来了，他都先发先告诉你那个周边商品要卖什么，讲完以后然后再说游戏那个发售日期，就是再跟你说。Oh, this. Hey, 我走对吗？感觉好像走错了。走错了。走错了。有声音了吗？有了，太好了。所以是你的 Skype 烂掉了，是吗？应该吧，不然怎么会这样？哎，跳不上去，跳上来了，好辛苦哦，跳上来好辛苦，跳不上去。回应。有了。哎，谁那么过分叫我买新电脑？电脑去年才买的，去年才买，对啊，去年一月，去年五六月吧，那也该换了，这么过分，哦，到黑洞里面了，我这一天还带那个啊，带那个苏哲明去组电脑，真的假的？你带他去？对啊，他弟。超诡异的，就一起去，然后对，然后我就走了，煮完我就走了，超诡异的。啊，还有跟你说什么话吗？有啊，有聊天聊一下。真的吗？对啊，干嘛？你把我们讲好像我们很不熟一样。我跟他好说也是有同班过一下下的。一下下多久？就一下下，而且我就是有跟他一起搭过一阵子的公车，超怪，少在那边感情哦，感觉你们感情就不好啊，在那边，你狗仔，我从来没有跟他挡过烟呢，应该还好吧？什么意思啊？没事，啊？没事。哎，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不是很多高中就是大家都会相揪在一个地方抽烟。可是我们学校都没有啊，抽烟那不是当兵才有人在那边相救？哪有啊？
高中有啊，高中不是都应该有一群一群？我听我朋友讲，他们都说什么他们高中的时候会有一个人在外面顾教官什么的。谁啊？到底是谁？我们有在负责这个人的角色吗？没有啊，我们就没有啊。哎呦哎，这里找到了啊、哦！找半天都流汗了。对不对？然后一个人在外面顾啊。画面怪怪的，怎么会这样？有吗？可是我看起来还好哎。哦。应该是你要换电脑了吧？没有啦，没有啦，歪了啦，歪了啦。我动错了，动到东西了。哦，真的。嗯，好了好了好了。OK OK。换个帽子。没有吗？我觉得有用吧，多少啊？这太北蓝了吧！哇，看来大家高中的回忆都蛮特别的啊！超快的，特别的回忆。谁要去厕所打手枪啊？干嘛？你有去过吗？啊，没有。干嘛那么惊讶？哈！不是啊，这很诡异。而且为什么你会知道他里面打手枪？对，你要问当事人。问那个 EELD 控控三，而且是，而且就是那时候，我们下一届的，哎，这什么啊？哎，怎么会变这样？什么东西？我死了，什么？我不了解为什么。哪时候死了？Just now。没有，你不是在动吗？有，我复活啦！我又活过来啦！这个轨道为什么长这样啊？垂直的。不好意思哦，太好笑了吧？是你把厕所拉得满是排泄物吗？为什么不好意思？啊，没有，觉得很好笑啊！正前方红红的，有哎，然后嘞，没事哦。嗨，是谁？啊，我之前还听过，就是我之前住过宿嘛，然后就听说，就是有人故意把大便拉在那个洗衣机里面。超恶心，这样怎么清啊？是怎么故意拉在洗衣机里面？那不就变成要站在洗衣机？我就很想知道啊！还是他是先拉完以后，然后再就是放上去？超奇怪的，可是水水啊，所以应该是站在上面拉吧？为什么要拉在洗衣机里？很没品耶！然后，所以你们有发现吗？还是没有发现，然后一直用那个洗衣机？我不知道，后来就不敢用，就是学校的洗衣机，我觉得太恐怖了，就积一个礼拜，然后再带回家洗。不能这样讲吗？你想用就是有晒的洗衣机吗？是哪一种啊？是小的，是那个滚筒的那一种吗？还是？是的吧，就是上面有一个壳的那种。哦，一般的那种就对了。对啊，一般的洗衣机，然后还有听说，就是那时候，不是学校，是就是我后来住外面，然后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啊、套房，另外一种叫什么？雅房。就是雅房，然后他们不是会共用厕所吗？嗯。然后他们就是那个马桶冲水的地方那里，就大便在那个冲，就是人家要冲水的那个地方。你知道在说什么吗？我知道啊。那个手把按的那个地方。那你可以用脚啊。不是啊，没有把它拉在那、啊，奇怪、欸，是怎么放好的啊？那应该一定不是你，绝对不是我，因为你便秘，终于拉不出来，算你厉害。哦，原来我走错边了。一个礼拜不拉屎很痛苦，你是没办法了解。我有办法了解啊。最好是你用便，因为我看过那个就是新闻有报这件事情。那个小学生七天不拉屎，然后只吃汉堡，七天不拉屎，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开刀把屎拉出来，挖出来，把屎挖出来。对啊，因为肠子里面太多屎了。开刀需要到开刀吗？因为他肠子都烂掉了。真假？对啊，
啡因，你要不要就是多吃一点蔬菜。我有在吃菜的哈。那为什么都不会啦？不知道啊。怎么可能？真的啦。怎么可能？你有去看医生吗？哦，去过年的时候超可怜的。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一直吃不下东西，然后肚子超痛，就是没办法动，然后都躺在那边看了一堆好吃的东西，我就很想吃，可是又没办法吃。然后后来我就去挂急诊。啊，过年挂急诊应该超贵的吧？等超久了，我好像等了五六个小时吧。反正我总也是挂了急诊，然后他帮我照 X 光，然后他就说：“哦，你的肠子里面都是大便哦。”是啊，好卡，好强哦。是挂哪间马街吗？马街啊！这是个好朋友。而且我不管，我还是要继续讲，就很恶心。就是他后来就说：“哦，那帮你塞那个便便的那个。”就是晚肠剂。对，然后就塞。他说：“你大概十分钟就会想拉咯。”我就哦，然后我就在那边等了很久，然后就说：“不好，因为我真的拉不出来。”然后他就说。好，然后他就帮我开了泻药水什么那类，然后总而言之，我喝了那些全部以后，然后我大概两个小时多还是三个小时，我才拉，就是才拉出来一点点这样。那时候真的生不如死，好恐怖。天哪，我觉得你真的有问题了，那个晚肠剂很厉害，你知道吗？因为我记得我以前也用过那个晚肠剂，然后就是那个护士也跟我说，你大概十分钟就会想拉，就会想要拉屎这样。就殊不知才一分钟不到，我就已经快憋不住了。你在是说有就是甘油的那种还是药？就是一瓶的那种。你是挤的那个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我不是用那种，是塞药，就一个药。哇，那挤的那个真的很猛哎、欸！我也觉得那有点猛，可是就是那个忍不久也拉不出屎啊。就是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挫折。为什么别人可以忍十分钟，我不行？那其实应该蛮难的吧，我觉得。那、啊、你为什么不用那个呢？那个拉不出屎啊，就只会一直放屁而已。哦，受感。而且可以放一整天的屁，我就觉得那个对我不是很好，就是你知道，我一直放。你怎么了？这很不好啊！你就去学校怎么样？你就疯狂在放屁，大家觉得你有事吗？你？哪有啊！我很多。哎、欸，我问你哦，邱宏勋他跟你同系吗？啊，不是，他是文系的。哦。念公馆的。我喝很多水，我一早起来就会先喝一瓶水。你就是叫我多吃东西嘛。我觉得他说的很好。没有，吃很多哎，我超会吃的。我大食怪那类的，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对不对？就算了啊，就不要啦。这样好吗？嗯，不管啊，不然怎么办？我是不是走错了、啊？我觉得你好像绕回来，我有看错吗？我到底要走到哪去啊？这里是走过了。哎、欸，你觉得我被拍得很怪吗？有啊，他超胖超丑的、欸。有吗？可是你就长这样啊。不会吧？还好吧，明明就还好。看起来脸超肿，我想说是我水肿还是你拍照技术的问题？应该是我拍照技术的问题。对对。嗯，我已经化成灰烬。嗯。说什么？再一次关机，太慢。哪里中邪啊？哪有中邪？没有吧？我看起来很正常啊。其实看起来蛮不正常的，而且看起来有点黑，应该是我就是灯不太好。你怎么了？你还好吗？喂、欸？怎么从这里开始？啊！你们有意见不会讲。真的，我好可怜哦。好吧，那你真的蛮可怜的。超伟、欸。还好吧。哪里好啊？还好吧。我真的觉得还好。那好了好了好了，下次再精进。
我自己来谈好了。我不是有给你拿了一下吗？你不是说是到极限了？后来你有没有把那张照片删掉？超有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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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很就是不讲话的话，找这样也是不好。这个太好笑了，快点搭点。我怎么从这边开始啊 ？Sad。我简直笑歪，这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他是认真的吧？回答的也蛮认真的啊。根本就是有事啊。我觉得回答的也蛮认真的、啊。超白痴的。而且后面还有那个意见，就是说，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吗？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吗？什么的。好，那，打电动的孩子不会变坏啊，不要管什么优不优雅的。继续走，没事，太慢了，差点被说太慢了。你在说 ADSL 还是 AIDSL 那个吗？啊？你有看过那个吗？是世家，就是有人问说，请问我帮男朋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没看过哎、欸，这是家很多人智障好不好？根本都自问自答，是自问自答吗？不是吧，就是再换一个账号来那个啊，那么无聊，来耍憨呐、啊。哦，过了过了，哦，好累，好笑的，笑点很奇怪哦。不会啊，我有听过有一个人在讲说他有两个屁眼。是什么啊？是他屁股破一个洞，好无聊的。被他讲得很认真，虽然我跟他不是很熟，也不认识他。WD40 是什么 ？WD40 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事可多了点。那什么？那什么？别人打我，只知道那什么东西嘛。恼怒。可能一直打的意思就是叫你 Google 的意思，叫你自己 Google 的意思。车哎、欸。这里面危机也有点猛。不，门关起来了，快嘞！哇，那是给国建用的吗？是这个意思吗？给谁用？给火箭用的。火箭，应该是吧？不知道哎、欸，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乱说，不想理你。火箭啊，我有看错吗？用在极天神火箭上，真的耶，是防身锈的。是耶。哦吼，看起来好像很强。其实我在吃东西，我有点白目。你在吃什么？我要吃，就是不太好吃。肚子超饿，啊，肚子超饿。昨天吃了很多东西，可在这里。这杀不死哦，什么鬼啊？不就一样的吗？不是，他为什么跪在那边啊？什么鬼？对啊。啊，喷出来了，喷了。
说另外一位，他怎么了？喊不到，喊不到，那可能就没事吧，不要管他。好，你就这么样不理他，这样有用吗？哦。还是你不把他打死的话，这个就会一直出现。没那么衰吧？我觉得应该是宕机，那个应该是宕掉了。啊。好吧，快点死好不好？快点死好不好？恭喜！没有。看到了，对。诶，现在不是，上面那个。诶，对。那他卡在那边是？你斜一点。好，我斜一点。斜一点儿。要被揍到了。怎么了？不反应。没有哎，到下面。我想打包他。是怎么这么难瞄了？屁西。啊，那个旁边的时钟，天，你打。旁边的时钟我不知道可以干嘛。打打看啊。打打看。瞄上面那个红点。不好，只有这个有反应啊，可他却不理我。是哪是中文版？是英文版哈。对吗？有吗？指针原本就在动啊。他是在说这个上面的指针有动，是吧？真的吗？有动吗？这里拿指针是另外一个啦，另外一个指针有动。嗯？这个，你看他有在动吗？就是他有在动，不是很正常的事情。那可能你要等十二点的时候才能打。啊，这么硬啊，还要等啊？没那么硬吧。只有一个误解。要干嘛？是不是没什么用啊？这样好难跳哦。还是跟这只有关系啊？打打看看啊。他旁边有提示。安了。有啊，上面有写，画了一个图。这到底是在干啥吗？应该跳不上去吧？喂！跳在它上面，蛮好笑的。这样就看得到我裙底哎，裙底风光。是有事吗？为什么啊？你打不爆了，
走，绕跑，行吧，绕跑，就想要逃跑。还是怎么样？骗人！你打时钟啊，试试看时钟。还是要等到那个红色的指针跟黑色的指针放在一起的时候才可以打。要吗？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先生。他们两个没办法在一起啊，他一直在跑哎、欸。而且要打都看不到。天哪、啊！没有啊。小歪。What the fuck？怪自杀，就是因为怪没杀光，他还是卡在那。怎么办？这是什么鬼机关啊？怎么办？你再看一次那个是什么？哎、欸，它上面是不是有头啊？有头啊！怪杀光以后，我就可以打那个头，看起来是这个意思啊。那我要先自杀好了。重来是吧？对啊，看怪能不能重杀，不行哎、欸！天哪、啊！还是在哪？怎么会这样？有吗？他可以攻击的。他刚不行吗？刚刚不行啊。他可以推吗？你推推看他。你把他推到那个巨人的手下。他好像没办法推啊。哎、欸，诈骗我。晚上好。对啊，用胡椒有伤害，为什么？什么啦？这到底是什么啦？嗯，打打打。只要偷吃东西了，再来救命吗？哎。可恶！我要怒开牛奶花生。走吗？不行啊，要用枪啦，比较怪。嗯哼，冲太快。故意的吗？走在前面。我以为你是故意给他夹的。是这样吧，不是吗？
位置哦。好了，来了，我在刚那里。我真的觉得应该是怪杀光光。但他那是会动啦、啊，奇怪。对啊，刚刚躺在那边。好诡异了。还是你要先杀他，才能杀。出现出现，是你。这手有点近，看一下重点一些，注意。看，哎，过热，过热了。天哪、啊！天哪、啊！在吃哎、欸！我刚刚到底在浪费什么时间？我替西郎。哎、欸，我想问你哦，狗跟猫养在一起，猫不会欺负你家狗？Some insects, they're young, and they have much to teach us. 他们没有养在一起啊。那另一只是大狗。大狗。哦，你说那很大的那一只吗？啊，那只是暂时住一下而已。所以现在不在了。嗯，不在很久了。他只是就是那个、啊，是我姐的朋友，是捡回来的吧，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还是我姐朋友的狗之类的，反正跟他也不是很熟，而且他很坏，要咬人、欸。嗯，真的吗？对啊。记得他那时候跟我很妈、啊，哇、哦，他会咬人，超凶狠的。我记得他那时候跟我很好呢，还是因为我长得你知道？就比较像狗，哎、欸，好像狗吗？比较像狗，不然嘞？过分耶！不然你在讲你长得你想要接什么，跟你接好了。好啦，你不要射啦，你不要管。骗你是这样，那是算什么？算宕机吧。哎，卡在那边那么久，这么过分？就宕机啊！超诡异的，而且搞不好他卡在那边，就如果你一直打他有伤害的话，就是搞不好可以过关那类。啊！什么？我死了！不、哦！害我刚刚很生气的就把牛奶花生的那个盖子打开，然后一直没空过。牛奶花生不是吃的吗？哦，对，一直没空吃。好了，跳过来。哇，这一关就一直这样子，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有点想吐哎、欸，跳的有点想吐。你要吃完。啊？牙齿啊？牙齿吃完了吧？嗯，吃完了。刚吃完了。吃完了，吃完了。好可爱哦！一直在把那个蒸汽打开，开蒸汽，今天就一直在开蒸汽，开蒸汽就饱了。我还有几关要跳，我不知道哎、欸，没玩过说，不是就一直在跳了吗？跳哪？另外一边、啊、旁边。还是有什么可以给我射一下？好像也没，啊亮亮那个呢？哪里啊？上面吗？这里吗？没有啊。哪里呢？你在干嘛？下面被关在里面的是什么动物啊？你说小蛋蛋。缩小，嗯，缩小，哦，我看到了，哪里？这里，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哦，我看到了。哎、欸，你看的好快哦，这我反应、嗯，因为我是
是近视300度。哦，近视，这样合理吗？看得很快啊，近视都比较厉害。对对。那吃宵夜吃什么就不会胖？吃宵夜吃什么？吃吃，没差吧？不会胖的，就是吃什么都会胖啊。然后吃可以吃饱的，然后可是又不会胖太多，这样子哎。重点是他能不能拍出你的体外？啊，对啊。然后重点。还是在唱歌吗？还是？讲话啊。这是什么机关啊？呜，跑得好快啊！只有下半身真的蛮智障的。可是肉吃不饱，而且它不是热热的。所以你要吃热热的。吃热热的可以吃饱，就是不要放松的。我泡一杯燕麦来喝啊，那个就很没有兴趣。我没有吃到东西。肉包、臭豆腐。那可是都会放。可是你们学校附近不是超多宵夜可以买的吗？好像也还好啊，就是它还蛮早关的。是哦，那你们晚上宵夜都买什么？蛋浆那类的。啊？原味卤肉饭什么的，很油的麻油鸡汤啊。香菇鸡汤啊，那里 那就好了，就吃那个啊。胖子还会一直在。你要求太多了啦，要吃宵夜就吃嘛。有关系吗？我看一下，狗去哪、啊？哦，刚刚没有注意看他的那个动画。他是停下来了吧？吗？好像是停下来了。走这里，走这里。这是刚拉过的。有吗？甘纳西哦。那你进来那个地方？哦哦。我不要留纸了啦。就是要吃到东西。好、啊，算了，菊落应该是第一名。竟然是第一名，听到还是菊落强？菊落要去哪里买？就菊落啊，菊落在那叫什么？大卖场不都有吗？啊？大卖场不都有啊？你说家乐福那一类的？对对对，我想要问你那个什么淡水天津百货公司，你有去过吗？没有会不会很丢脸啊？什么？你没有去过？丢脸死了！我没去过就算了，你竟然没去过？没去过啊，就是好像没有很必要走进去，很诡异啊！谁要去那边买东西啊？不是，那你好说的就是逛一下吧，就是都已经有一间新开幕的百货公司了。我应该就是如果到时候什么星巴克买一送一的时候，我应该会去吧？就那个时候。莫名其妙掉下去。那边有星巴克、哦。那边就是里面有一间星巴克啊，可是我还没有进去过，就一步都还没踏进过。对，有电影不是有电影院吗？那哪有电影院？你少唬我了。我记得好像有吧。没有，但是还没有电影院，不知道在搞什么鬼。有电影院，那你看电影都去哪里看？就在家里看啊。在家里看，你是说封什么，或者是 P 什么 S 吗？就是啊，而且现在不是有很多的那个，就是人家用网站，然后他就会帮你切好的那个一级一级的这样。哦，多风景好像不是正版的东西，绝对不是啊。哎呀，切成一片一片，我这样忘记了，刀切。全忘记怎么打，然后这样反弹的吗？是吗？你想那个啊？你有在想吗？哦哦，怎么办？
我快裂开了，我只能说我快裂开了。先把旁边苍蝇打死了。我只能快裂伤。雨伞。来吧，被 PK。嗯？为什么？这无敌吗？哦哦。蛋。哇，你怎么打的啦？雨伞，那你的雨伞呢？雨伞怎么？雨伞怎么用？雨伞怎么用？哈哈，忘记了雨伞怎么用。你把雨伞拿出来啊！雨伞怎么用？玩不出来。好蠢的。安安龙，安龙，不是 L 1就是 R 1，随便按，谢谢你哦，我刚刚就是随便按啊。这是在阿宅网，没有，你很惊奇吗？阿宅网。I told you to cease and desist, but my warning goes unheeded. So without regret, you're about to be like a lobster who's being thrust into the boiling pot. Is that getting wrong?哎、啊，我最近买了一个桌游，哎，桌游，美丽岛吗？对对对，你怎么知道？我有在观察那个的好不好？我买了一个桌游，哎，好贵的桌游啊！美丽岛风云录吧？98，689。我买819块。为什么比较便宜？什么比较便宜？比较贵啦。比较贵？那就比较贵啊。为什么比较贵？知道，难过。他这都缺货啊，然后只有那个，就是，嗯，我现在跳失败了吗？对。啊，好玩吗？啊，喂 ，Hi， you，Hello。啊。讲话好小声啊。真打了。那、啊、好了，怎么样？你说什么？你说好玩吗？我没拿到啊。好、哦。就定了而已啊。哎，我觉得桌游好难哦，就讲无聊的那个好了。麻将也是桌游的一种。嗯，所以我学了一阵子啊。拜托，你有没有变强？他不是说要打？来打啊！没揪，在那边。哎呦，这几个礼拜很忙啊。上礼拜很忙。这几个礼拜很忙，就在做那个专题呢，好烦啊。不是很爱打桥牌吗？谁？以前呢、啊？以前那个、啊、正高你吗？不是我，就是学，就是我们学校的人都很爱打桥牌啊。不知道是我们学校超莫名其妙，好不好？什么魔术方块也在玩。魔术方块很多学校都有在玩，可是就桥牌为什么啊？很难呢、欸，就看不是很懂。看不是很懂，还好吧？那不就伤心小站的进阶版而已。啊，其实我一直搞不清楚他们在玩什么。你没有玩过伤心小站吗？不太有印象，他在玩什么？就不可能。就是那个 Windows 里面的那个游乐场里面那个伤心小站啊。那可能太高难度了，脑子上无法玩。哦。什么意思？不行啊！而且我们老师说，如果我专题再迟到的话，就叫我不要去了。啊，那不是很好吗？你不是不想去吗？可是不行啊，那是毕业专题啊，如果不去的话就不能毕业。雨伞怎么按啊？可恶哎、欸！啊，我想起来了，不嘎！找到了，你还是没有找到。组合式的按键有点困难。
所以我现在努力比较迟到。不行啦，旷课就被开除。哦，干，这蜻蜓真的是很烦的。小心蜻蜓！小心要等它射高就好。哦，是不是应该要先把蜂窝打爆啊？嗯，这样。好，我要先把蜂窝打爆。不要被它吹到。Shit！ 你有被打到吗？我现在正在逃跑。好了好了好了，蜂窝都被我打烂了，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被你打？为什么他们俩？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Shit！ 好啊，现在就可以了。现在是狂暴状态。狂暴状态打不到他、啊。你讲什么鬼狂暴状态嘛？快点，预选打开了吧。哦，我被那个蜻蜓撞到。雨伞，说好雨伞。给你弄出来了。干嘛这样子？他不是在用反弹的吗？其实，你没有手吧？哦，他手掉了。去死吧！我手家伙。超爽的！刚刚那个阿宅网会不会有病毒啊？看起来很像病毒哎、欸。我不知道哎、欸，你问问看众生、众亲家。而且看起来应该很贵。所以、欸、那为什么没有开呢？那个什么？就这个啊，是不是又烂掉了？为什么呢？把那个鸡打死。对啊，为什么时钟又没有开呢？没什么问题出在哪里？现在是鸡啊，你那不是有在那个跑那个鸡？那个是鸡耶，真的是鸡耶，不给射啊！完全不给啊！鸡耶、欸！我没有在骂他的意思。所以我现在只能自杀了吗？沦落到只能自杀的地步。你有别的路吗？没有了。上面那个亮亮是什么？来看一下提示好了。那是什么？圈圈。他好像说用胡椒罐打这个，然后这里就会开了，可是没有啊。打圈圈那边，那个，他鸡不是有个圈圈？鸡呀、啊、鸡鸡。这个。别地方啊！逼我，我要自杀，我要自杀，我好想死哦！飞得有点久，
不一样。不一样的提示吗？一样的提示。旁边有一个兔子，那是兔子吧？就是怪的意思。什么？在那边放兔子那里。对耶，那你放兔子？可能吗？没有啊。在这里面放兔子吗？不好。把兔子丢在鸡那边。丢到吗？丢不到。为什么？太过分了啦！这什么鬼游戏啊！可恶！可恶！逼我！怒吃牛奶花生。哎，我最近看到好多人在团购爆米花哦。啊，对啊，你不是要那个吗？你不知道淘宝？对啊，我想要淘宝哎、欸。你要买什么？就是我看到好多都好喜欢哦，不管。买啊！就它会比较便宜，对不对 ？God damn！ 重来 ！God damn！ 真假？太前面了吧 ？But my warning goes unheeded, so without regret, you're about to feel like a lobster who's being crushed into the boiling pot.胡椒罐把打手把打手那边应该有兔子炸弹炸掉墙壁，可是我诚正的认为应该是宕机。好，等一下，如果还是卡的话，表示我没看清楚，那就是你的错咯。怪我咯。嗯，就是很甜，没有印象是表示就是其实根本就不会卡关，所以刚刚那个一定是个误会。诡异。好，那我来快速的把这里过一过。那我想念无聊的事情。好，就是啊，我们学校这边有一间卤味，他就说满100块我会送50块的折价券。啊、哦。然后我就很高兴的买了100块，他就1张25块跟1张25块的折价券，然后分两次用，然后两次都要满满100才能用那25块的折价券。那请问满100送50是谁跟你说的？就是他们门口写的啊。就说买100，我们就送你50块的折价券哦。然后我就很高兴，想说耶，下次可以吃100块，然后只花50块。然后分其实他想要你去买两次。啊。嗯。对啊，我听得懂啊。我的意思是说，他也没骗你啊。他没有骗我啊，但是在骗我啊。我想一次用完了不行。不行啊，一次用完他就没赚了、啊。这样没赚吗？这没赚了、啊。不然很赚，搞不好很赚，我可以买200块啊。哎、欸，这样等于你买200块只花了。150，那亏很多哎、欸，他等于给你打75折哎、欸，是，就不管啦、啊，就觉得他受骗，就我受骗了。你先把蜂窝打掉了，没错。啊，我被揍了。蜂窝，蜂窝，蜂窝，一窝蜂。你应该可以升级啊。哎、欸，我都不知道哎、欸。因为我都没有看升级那些，那个牙齿很多哎，我家猫在惨叫。喂喂，好，你很想把它叫上来。可恶 ！Come on， 蜂窝罐，看哪里有蜂窝罐，没了吧？
没有啊，你刚不打三个吗？只有三个啊。应该是没有。嗯？哎，你打，就你碰那个照片太好笑了。照片。微信里面刚玩的。啊？你不是有拍一张照片给我？啊。给我看。哪张啊？梗太多，完全忘记。在那边。I waiting for someone. 三万。哎，我家猫在玩骰子，它好烦啊！啊，我也快死了，那呢？三万，你就知道是三万。啊，快死了！哎、欸，啊，死了！哇、哦！要重打，好可怜。可以 continue。哦。哎、欸，有一个人要找我一起那个吗？哪个？打游尾王。哦，他最近忙啦。对，没有这件事了是吧？有这件事啊，可是最近忙啊。还有最近有在练习一下下，你就多练一点啊！他很强，就是我很烂啊！我觉得你多练习一下，我很恐怖。欸、我看你照片，你有跟黄立成玩过 LOL 吗？黄立成没有啊，我没有教他啊。他 LOL 很好笑。我在问他那个账号好了。我在问他昵称，那个叫什么 ID？ 嗯，应该不用问吧？他有在实况啊，他很红哎、欸。啊 ？LOL 版都有他的实况。真的假的？我不晓得啊。对啊，你可以去看，很智障。你在说 ID 是吗？有点麻烦，我觉得有点麻烦。难道还好？都是这一类的、啊，都跳来跳去这一类，很像就是有点像在玩马里奥那种感觉，三 D 的马里奥。可我觉得开头蛮难的，谁知道鬼子来是兔子还是猫？超简单啊，哇，好像很强哎、欸！超简单啊！你被笑了？对啊，不会痛，还好。过年。965了，应该是可以升级了，让我来升级一下。欸，可以耶、欸！对，只要675就可以升级了。不要啦，你买那个蜂蜜罐啊，买刀子好像没什么屁用。哦。还可以再，不行，不行。饿死！啊啊！这个啊，你妈的！超蠢。不是，因为他这里突然换那个视角，然后我本来是往前推，就变得往右推。好啦，没关系啦。对。好了，跳过来了。蜂窝。你是要重打的吗？你刚刚死掉了。哎、欸，没有哎、欸。对，我是睡。啊，升级以后你有觉得比较强了吗？不知道哎、欸。有吗？好的。有吧，心理作用。一定要比较强的、啊。他知道啊。好了，蜂窝都被我打爆了，受死了。
想问你们嘞，为什么后面一直要加 W W W 啊？然后就是笑声的意思，大笑的意思。那小的嘞？小的嘞？一样，就是同一个字，是日文。是吗？对，是个日文。啊，所以我看很久都不知道很久。没关系，你可以 Google。不过我就会告诉你。哪有啊？有啊，是大家的那个，我要查一下。你就打 www， 然后空格意思，他就会告诉你。告诉你。真的。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字很难念哎，等一下哦。啊！我没按到，可恶。就他们来问我，然后我就说，然后我不知道这样，等一下我找一下，因为我也忘记那个字。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过了，你看，气死我了！真是无言。真是这样。你无言。就是你宕机吗？开了，没错，刚刚就是我宕机。好可怜哦，今天宕了两次了。天啊！没搞出来啊！小玩。是 PlayStation 不理，是破关了吗？嗯，我解了，所以这个谜也没多难嘛，根本就是因为我是。我找到了，是这个。打造大神。用什么主机？怎么那么容易会宕？跟 PlayStation 不一样 ，PS3， 传说中的 PS3。我找的就是这个字，然后我都一直念叫他，我都一直念瑞。好，事实上我不叫瑞。玄吧，还是什么？他不是瑞啦，他好像是还是俊，俊，俊。我不知道哎、欸。还写我们在摸塔车，是不是这个字超难的？原来是俊啊！请你打那两个字的时候，你会念瑞是因为很多人名字里面有那个字吧？没有啊，就看起来像瑞啊。是啊。害我还要查苏瑞的意思，苏俊。苏俊的意思是什么？苏俊工程啊？那什么？乱讲。哦，好，不知道。小歪。不是疏通水道吗？跟挖水沟不太一样。哎，真的是那个俊啊！对啊，是俊啊！原来是这个字，太棒了！原来玩游戏也可以长知识啊！现在去哪里？现在超白痴了。
耶、yeah, ，打 boss 了吗？打 boss 了吗？去吗？没有，我觉得你应该又要跳了。哎、欸，半身人竟然就这样跳下去了，于是乎我也跟着跳下去了。啊，那是他的身体耶！哦，原来是他，是他的。所以他那时候是在求求你还他身体，是这样吗？哦，所以我刚刚在帮他找他的那个半身，没错。所以你打了几个，就是小王都是帮他找到手啊、脚啊这样。哎呦，那如此，还有皮带，危险。帽子也太高了，结果他就是一个小王。Can you complete that? Now, what about this damnable train? Now I feel like a new man, or whatever I am. I feel like an unsprung spring, like an uncorroded gear, like an untarnished bit of metal that sticks in your eye. Answer me, Hatter. I'm suffering, and changes here are a cause, or they're a reflection, 帽匠 or the effect.What's going on? What are the new rules? The law is just a whispered away, a way home to wonder who knows how to measure rules. Oh, no, the cruel rules. Idiot. I'm going to run you a bit. It's you, I'm fine. I'm in front of the movie theater. I can discover what's going on. I'm going to walk over there. Okay, I'm going to walk over there. Don't worry.哦，好像很帅。哎、欸，我怎么知道电影院我看的那一场是大的荧幕还是小荧幕？我不知道哎、欸，我没差、啊，有差吗？有啊，就很想去看大一点。那你就去买那个 IMAX 啊。可是真的照、嗯，那超大，那超大 ，IMAX 那超大。那不是不必要用那种看吗？看你看什么片啊？射他了吧？你如果看那个什么？那个迪士尼的就不用啊，还是想要大荧幕？国画样前为什么不看大荧幕？那好像是荧幕差不多大，只是听就是那个大小不一样吧，就是座位多少应该不一样。哦，应该是这样子吧？绝对不是，绝对有荧幕大荧幕小的差别，而且会差蛮多的。是哦，我不知道。每次都有这个水质啊，好烦啊！水质，水质，现在动物。哦，今天真的被宕机搞到了，被搞了两次。那你等一下，如果小小卡关，你就重开好了。就直接自杀，不然就是回到之存档点这样子。不然你知道怎么办 ？Hurry, tell us. I'll get this door open.还好我有这么做，就是回到存档点再重玩一次，不然就卡在那边不知道啊、都不知道怎么办，就一直觉得是不是到底真的是不是因为我就是不够聪明，所以没办法解谜。这样安全圈是这样吗？对，爆炸吧！为什么不能直接用打的？可以啊，你知道。哇，好多、哦。给你丢。啊？我去。可以分散注意力而已。我现在有倒怪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有种 PK 啊！他下来找你了。我还没去找他啊啊！哎、欸，
刚那只叫鱼神打昏了。对啊，那时候已经被我打下来了。在哪时候啊？刚刚。两次我都没有注意到。Yes! Winner! 我是 Winner! 他逃跑是吗？没有，跟他走。也只能跟着他走了，不跟他还不行。就 follow 你。他跌进去吗？你走错路了吧？我偏不跟。Whoever said there is no book so bad that something good may be found in it never read Martin Farquhar Tupper's Proverbial Philosophy. 小洞口。他是在找叫你找三个人的意思。啊，你说什么？他要我找什么？我不知道，不然刚刚那三个人是什么意思？没有，这是可能是某个收集的要件而已。我捡到了一个什么鬼 ？What's happening? I really look like I know. Your judgment must be severely impaired.所以现在这礼拜是期中考周吗？不是啊，怎么可能管？你还没期中考、啊？正常来讲应该要了吗？应该是吧。还没吧？吧。不太清楚。那你什么时候期中考？应该是春假过完了。是哦，太残忍了吧？耶啦、春假过完才期中考，那是有够残忍的。因为我搞不清楚，你看我现在有点紧张，我很想查。应该现在就是期中考了吧？没有，好厉害我哈、哦！你看，听到没有？有人讲明天考完以后春假吧。明天考完？你考完啊？我这礼拜太晚发现哦。我这礼拜都没有人上课，你想骗我？我没有骗你啊，我猜的。你可能这个礼拜啊。那从哪里看？学生失误吗？你问你同学是不是比较快啊？不行，不行。Why？ 我现在要自己找到没？对不起，我要先找到。烦哦，在哪里啊？不是应该有一个什么公告栏还是什么东西吗？学校行之力，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很久没有在学校里面去。看过东西了，真是。那我找到学校行事历了，好来找找看哦。现在是几月呢？现在是三月。22号到26号，四月。哦，四月、啊。看来是每个学校不一样。为什么快考啊？你不觉得连假之前考比较轻松吗？没有啊，我不喜欢连假晚考。有差吗？有啊，就是因为我这几个礼拜没什么去学校，已经。那你之后还会去学校吗？会啦，会去学校啦。我每次看你 Facebook 都有同学叫你来上课，笑了。他就说：“快点，老师要点名，你再不来你就老师就要上你那里。”那赶得上吗？通常赶得上啊。他叫你再去，赶得上？赶得上啊，因为我们课都是三节连在一起的那种。哦，好烂哦，三节连在一起。就所以我就比如说第二节，不然最后头第二节，我就会先问说，老师点名了吗？还没点名，我再去。那如果点了呢？因为我就是想说啊，受早题啊，换我自己。那老师也会让你受早题，不是吗？你说重点了、欸，没错。天哪，你这样好吗？不太好。超过分的、欸，点完才打给同学，超过分的。点完才打给同学，大家他们干嘛、啊？你是说你同学超过分？是啊，是那个他说的啊。
哦，点完才带同学。哦，我看到了。对啊，那他过分。然后他们也只会回你啊、嗯、这样而已啊。是什么？看。哇哦，是火车哎、欸！上面有一座房子，所以应该是火车吧？那我哈哈，超白痴。We found the source of the shaking, but are those two quaking? What are they up to? 哎、欸，你们这样不行啊，太过分了！老师快要点之前就要先打电话给他们了。You're too late. Excellent table manners.好玩的上厕所。Actually create that infernal train to destroy Wonderland? What does that matter? They deserve to die. Put me down, this instant! I am the. Enough talk. Battle time, Missy. 突然没有字幕了，是怎么回事？Resume the poly。哇哦！哎、欸，你今天有看我 Facebook 吗？忘记了。我有放一张那个国军的那个充气娃娃，没有啊、欸，超久，超白痴。那我偷看一下。什么东西 ？OK， 事情是这样的。再往下一点。Caught my very own ribbon then. How bad is he? Thanks for my praise that you worked in the studio. 到底是谁做的、啊？Got plenty more. 好逼人。To the mangled mermaid, rent a bed. 是在太逼人了。I threw a girl, Mr. Brawn. 然后那个什么 ，OK， 事情是这样的，是那个郭明的那个什么，他会有一个人很白痴，叫做什么梁山伯。他是一个人吗？对，一个人。人名梁山伯。White cat reminds me of my snowdrop. Nanny knew that. 然后他每次讲话都会说 ，OK， 事情是这样子的。然后内容都很没营养。啊？所以你认识他是？不认识啊。可是一万多个人追踪哎、欸，因为他实在太智障了。真的假的？对。好好看哦。就梁山伯啊，你可以抵达。真梁山伯。很多梁山伯。梁山伯。有个黑人的那个。他头发是剪短了、啊。你说谁？意思啊。哎、欸，那麦造型有点过分哎、欸。哎、欸，他换装了，你知道吗？对啊，连衣服都不一样啊，好像是回忆吧，还是？怎么样之类的？
这是现实。哦，原来这是现实。所以我刚刚是在梦游，这也是现实。哦。难怪好像换装了。我跟你讲，我最近有关注一个叫我做什么打客人的。打客人？你有看到吗？没看到就是他一直在骂客人的事情。没有贴来看看啊。他里面就是在骂人。打客人？嗯，他是一个粉丝团啊，是很多人，然后就很多人放下，然后一直在骂客人，然后一堆人开始就是跟着起哄这样。好像是一个很没营养的粉丝团哦，一起来蛮没营养的。啊，不要讲人家粉丝的坏话。可是有时候很正义，可是有时候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咦？啊，你还好吧？醒醒啊！算了，他笑得那么开心，应该是没事。他应该只是喝醉了吧？就是便秘啊！倒地，他们有点感动。他们怎么那么多人倒地啊？还好吗？还好吗？啊，打客人呢？你看打客人。大家看看可不可以就攻击他们？你胡椒罐太晚买了啦，都破关了。什么东西太晚买？你胡椒罐啊？这破关了？没有啦，我刚刚。You won't give me what I want。我说现在这是破关了吗？还没吧？还没吧？应该用得到吧？其实我不知道啊，感觉有点帅。啊，这才第一关，抱歉。啊！打我！被打了，被打了，被打了之后就开始梦游，真嗨！该不会回到最初画面这样？最初画面，之后那个问我要不要就是接关的，对啊。他换衣服了，他在梦里了。又变回来。他回到梦里。杀人狂。看你杀到什么人啊？多奇怪的，小柔柔。他穿的真是很朋克哎。哇，他头发好多。有事吗？头发好多。念凡上礼拜跟我说什么？他长得很像我，还有一直在想。像啊。他很像啊。不好吗？海德格，海德格超酷的。这是收集品哦。没错，是杯酒。蝴蝶结上面竟然有个骷髅头。是哦。他之前有换衣服没？上次我不是说，就是他咖啡色的时候不是穿这样？真的。真的有换，里面有好小，都不相信我。好，来升级这个，红色的，红色的，红色的，眼睛红色的，红色的胡椒罐，好像很猛，好像很猛哎，试试看，打月亮，好，下面有怪，太远了，射不到，太远了。是不是？嗯，好神秘哦，他在哪？他不见了。
怎么上网？德文我找不到。你那个是那个 SoftBank 那个基地台啊，可是那个如果说你要在那边念书的话，那你就直接办那边的电信比较便宜吧。啊，那种是给就是如果你只去几天的用的，或者去一个礼拜那种。哎，你不是要去念书吗？嗯？你突然发呆给他打？啊？你是什么 ？What？ 突然发呆给他打？没有，我要等他丢东西出来啊！我要反弹他，反弹他的炮。手段一失败，失败。那真的要去日本念书哦？他去京都啊？不嘛？你问他，问我。听起来好像你知道一样啊。嗯，他有提过。为什么要去日本念书？什么？为什么？嗯，什么啊？念什么？猪？为什么？别烦我！不可。是念什么啊？哎，我的帽子浮在半空中。哦，是去学日文啊？所以这是语言学校那里的吗？哦，你要去念多久啊？听起来好像要念很久。你不要吹到会被冷死那类的吗？会吗？不知道，不要知道。吹吹看，来啊！不会。太有点爽了，太棒了，可以把个日本妹。哎，累的，不是可以帮我介绍日本男朋友吗？嗯嗯嗯，算了，我又不会讲日文。嗯，好多人喜欢工作就不回来了，你到底为什么？跟留台湾啊？台湾的薪水太少啦、啊，也是啊，超少哎、欸。你在说22K 吗？就是，就算是3万块也很少啊。就快活不下去了。日本的工作，我学长之前在那边做那个餐厅啊，他一天上班四小时，然后一个礼拜休一天，每天都上四个小时这样子。这样一个月有33,000，餐厅工作很贵啊！哇哦，看你像斧头，就是马脸，你被盯住了，对，他是小 boss， 可是不能这样讲啊，就是。我说南北差很多，可是就是南部的东西也不便宜啊。有吗？还好啊。日本也是全台湾都一样贵啊。对啊，如果说什么卤肉饭的话，就是台北一碗要40块的话，南部不是就很便宜？我每次回想起来，我就觉得我可以打吃特食，就不会很贵。乡下是哪里？哪里叫乡下？云林那里啦、啊。哦，你的乡下也在云林哦。我嘛，那么酷哦。不是宜兰吗？宜兰那是我爸爸。哦。
哦。为什么做得到存档点啊？好想存档啊！是可以直接存档啊？没有，我记得好像没有这个选项。哎、欸，上礼拜好像是没有过。没有吗？我怎么记得我阿姨买了一个漂亮的房子？它是贵是贵，可是大很多。我爸说他想要去家买。哇！我要存档点，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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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存档点，快点出来，许没捆啊！找不到，找不到，你找不到。你上次是直接关掉？对，上次好像有，就是出现什么符号，然后我就关了。是吗？其实我在想、我想要以后住一个很老旧的房子，然后里面装潢很漂亮，这样就好了。嗯？为什么一定要很老旧？那不便宜啊。哦。那如果是新的，然后很便宜就好了。怎么可能？我有新的很便宜，你还想太多了吧？有啊，什么辐射屋啊，或是什么？沙屋啊，沙屋还沙屋啊，超恐怖了！哇，好大鱼头，长得好智障。干嘛在那边唱歌？有蚊子。有蚊子，可恶！有蚊子，有蚊子，死了吧！耶！嗯？啊？我要走哪里啊？这里吗？找到没？你说蚊子吗？死啊！啊，不是说蚊子啊！再说你的成长点。嗯，好，如果在没有找到的话，经过一场战斗之后，我就直接关掉。啊，我你就你要重玩这样。哎、欸，有了有了，右下角有一个符号，有了有了有了。好了，睡觉。晚安喽。晚安。